现在整个龙族的生死安危全寄托在您一个人身上，孩儿不想看见父王成为龙族灭亡的罪人，更不想看见我们父子相残。怎么样，你想杀我？在维护正义、保护百姓的基础上，孩儿只有无奈出手，但是孩儿真的不愿意看见我们父子相残。因为你没有把握胜过，因为你怕死，因为你自知必败无疑，对吧？父王，这是何苦呢？花龙，其实你可以选择，但是你选择错了。你宁愿选择八仙，也不愿选择做我的儿子。路是你自己选的，就怪不得别人了。你不要婆婆妈妈了，有本事就全使出来吧。父王，孩儿只有得罪了。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人了，你以为你有机会吗？尽力而为，死而后已。好，你死了之后，我会告诉燕彩的。魔龙再现，后患无穷啊！但是凭你我之力，也未必能对付他。你做的那首乐曲是喜悦之歌，祥和化戾气，相信会有效。哼，说我那么多废话干什么？受死吧！
这个考验也该到此为止，大家不要再动干戈了。佛祖，请恕铁拐李愚钝，您所说的究竟是何考验？大家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本座和观音大师对于人神魔道的一次考验，看看三界六道能否超脱自己的业障，摆脱怨愤。东海龙王，你妄想兼容魔道继而征服神界，结果如何呢？你可有所得？魔障虽强，为祥和胜之。